Lumix 相机稳定可靠，手持就很漂亮，很稳定。声音也在后面，直接图传出去 4K。优点缺点一次报告给您。24的大光圈 1.8，请这边就位。好，可爱的粉红色的斜斜。OK，后面全景声。好，粉红色的装扮，来开始变魔术。啊，再变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大卫考伯杯，这个三仙归洞也不过这样，大仙等级的哈。好，录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进行触控对焦，各位看一下手啊，脸，手，脸，好，特别适合教学使用。那么我们在做教学的时候呢，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案哈，直接将作品投射出去，直接将相机设定运作投射出去。教学可以用，转播怎么用呢？转播不要同场打照片，转播不要同场在站着位置，让它对应，好，三关系全部对应出来哈。哇塞，你有没有满意？这个皮肤超好的，谢谢。哇塞！这相机的魔力呀，哈，这相机的魔力哈。好，那我们呢用了一个970电池，加上了我们的转接板，同时供电给相机，同时供电给我们的图传。这个图传应用呢很少人发现哈，我们这是铁壳的，金属壳的，那么是金属壳的，用起来特别特别的散热，那么供应电力让相机同时使用，这样的组合呢应该是不多见，而且是 4K 图传。非常适合我们拍片的时候呢，给我们的导演、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哈监看使用。那么我们这个可以一发多收，哦，4K 的价格非常的平易近人，那么画面的品质好的没话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的要表演的是哈，HDMI 断开再回来哈。好。接下来我们 HDMI 断掉，再回来，让你们来看一下荧幕上面有显示的数字。好，接下来我直接插回去，来看哦，就这样子，全世界最方便、最轻巧的 4K 图传，五十公尺的距离，等它 check。哦，很快就回来了哈，4K 的品质好的没话说，打照片，好，侧面。向上看，好，这个定焦镜可以耶，好斜，这可爱的斜呢，真的，我穿出去应该会被送警察局。哇哦，精彩对焦，谢谢大家。4K 无线图传50公尺，即将上市，下星期一见。因为要做抗压测试，还差3天，3天做完之后呢，再跟大家报告。谢谢。